力啊，这个也是个方法，因为这样人家才会尊敬，会尊敬他的外表。我们法师他敲得很高兴，轻轻空空啊，他差不多十几岁就出家了啊，所以都是宿世的福报，这么年轻不交女朋友就来出家了啊，还不会还俗，更厉害。所以我每次都问他有没有女朋友，没有，一年一年过就 OK 了啊。但是因为这个社会污染，但是他们年轻呢、啊，就所以敲法器啊、念诵啊，都很有体力，很快乐。而且看经典啊，倒背如流啊，记忆力好。所以各位，下辈子换你十二岁出家吧。我听说七岁就可以，像我们色拉切中小学那边，现在蒙古送来了，两岁、三岁就出家了。啊，他们从小我们就抱他到大了，他们读中小学要读十年，然后再进入大学再读二十一年，合起来三十一年，今天才会坐在那边。三十一年在研究佛法，然后如果再去研究两年的密法，三十三年，然后再闭关三年，三十五年出来了，欧力上了，不会还俗了，啊，出来就老了。但是很稳定啊，这一辈子睡觉也都在讲佛法，因为他们脑筋里面只有佛法、这也是藏传佛教的特殊。就好在他们不会讲中文，不然我们这些都失业。哇，他们讲佛法巴拉巴拉，因为他们每天要辩经六个钟头，辩经就是说每天读了很多佛经，听讲课六个钟头，就要一直辩论，一直辩论。辩论不是聊天的，不离开刚刚经典所说的内容去辩论。这样子训练三十几年，个个都背在这里面，背在这里面了，背在这里面了，然后就天天的讲佛法，这样就训练一个佛法的老师。那这个老师慢慢就培养他们讲英文啊，从小中文就分配到世界各地去弘扬佛法。啊，羡慕羡慕啊，羡慕啊！那这样一辈子，像我们华人是一辈子在忙赚钱、赚钱、赚钱，结婚，最后再来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就好，不要看太多经典，看不懂。那他们藏人不一样，背经典、背经典、背经典、背，然后修仪轨这样啊。所以，因为藏传佛教要求是做什么事情不能够离开菩提心。念一下空性正见菩提心，要求最高的最高的佛的果，有用佛的心跟佛的行为来修行。那我们汉人呢，汉人是讲慈悲，虽然我很惭愧啦，修不好啦，我就多做善事啦，将来往生净土啦，这样 修行方法不一样，但是目的都是为了成佛。只是说藏传佛教它比较要求，念下来一生成佛，就是既然你从小出家，那你就要要求自己的最高阶段啊。所以他们修行就比较累，像比赛一样，比赛每天都要比赛。所以在色拉切里面有3700位出家人，一个学院就3700，然后在那边精进了、从早上5点到晚上11点了、每天就在那边辩啊、背啊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在护持他们，为什么？他们忙着修行啊，没钱呢、因为一餐每天吃三餐，2块马币吃三餐，因为人太多啊，吃三餐。然后呢，但是他们就习惯了啊，因为在南印度的乡下，那所以这一次他们也为了化缘，希望能够让他们的学院安心的休学了。所以我们帮他们盖了医院啊，小小的医院，然后呢帮他们做，现在还在教他们做豆浆啊，因为他们没有豆浆，不懂得豆浆，小孩子营养不够，对吧，牛奶又贵，那将他们教他们做豆干啊。各位要不要报名呢？6月份就拜教他们做捣瓜、捣皮、倒呼。所以新加坡也有一团要去，台湾也有一团要去，我可能12月份也要去啊。
但是去那边就会觉得，哎呦，自己很有福报啊，因为他们修行很艰苦，也因为艰苦，所以就不容易还俗。因为那个环境呢，你要还俗还到哪里去呢？啊，就是这样，也没有手机可以看，对不对？乡下鸟不生蛋的地方，啊，在那边只能用佛法来过生活，就像去极乐世界一样。极乐世界没有世间的快乐，极乐世界就每天拜佛啊，听佛法、啊，对不对？不退菩萨为伴侣啊，就每天这样而已啦。所以这样就比较容易证得空性跟无上菩提心，这也是一个方法。所以各位，来把你的儿子孙子送过来，这下你就坐在家里准备往生净土吧，他帮你修啊。那我们汉人现在比较麻烦，为什么？钱太多，信徒很会供养，一下就忘了我是谁啊！因为汉人出家人少，特别马来西亚又更少啊。那庙多，信徒多，钱多啊，所以就忙着盖庙了，这样的啊，忙着用钱呢。那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是忙着修行。啊，忙着背经典、修仪轨，所以个个都倒背如流。所以我每次超度都要请我们格西，我们超度有限，他们超度叭叭叭叭叭叭叭一直念呢、啊。他们不一样，他们不能不念。像各位，我带各位念佛，有些念，有些不念。他们不念就遭去罚跪了。啊，每个人都要念啊、哦，一直念，念三个钟头、四个钟头都不能停，而且他们变经啊，六个钟头不能喝水，不能喝水。就要训练，训练他们很认真啊，很专心啊，这个也是个好方法。所以你儿子不乖，送过来就乖了，丢到那边就更乖了。因为那个环境大家都是如此，大家都在认真，你不认真又没饭吃呢，对不对？你不背经而被罚跪呢，你要跑，你跑去哪里？因为身上都没钱。他们的生活是收了红包全部要交给老师，身上都不能放钱那这样有好处，这样可以苦苦的认真的修行，所以我们为他们随喜鼓掌好，鼓掌还不够，等一下红包拿出来因为他们不是个人啊，他们是代表他们三千多位，所以我们很尊敬他们啊，而且他们全校都吃素，吃素的啊，不吃葱蒜的，不吃蛋的。因为我们华人嘛，既然要供养，佛经有说供养他吃肉，哎呦，我们有因果嘞，对不对？那他们呢，能够觉得这个很有道理，所以那我们也有福报。我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像我们前面有那个念一下1600多万。堕胎胎儿，我们所有的牌位都放在他们那边，他们的一直帮我们修啊，所有的信徒的祖先啊，什么名字我们都收集在他们那边，他们一个月两次大超度、大火供这样，那我们就轻松一点。我是业务员拉生意，他们超度啊，因为他们认真啊，认真啊，所以。但是这样，这个很好，因为佛陀说嘛，这两种人得到解脱，住在山上的精进的人，第二个就住在山下的布施的人，对不对？这两个都好，所以他们很精进。那我们呢，虽然没办法这么精进了但是我们只会念念阿弥陀经、地藏经，其他的不会念了所以那他们念经，那是他们的功德义务修行所以。因为他们不会为钱念，所以因为他们是团体生活，不是个人生活，但是这样他们觉得很认真，而且因为我们在供养他们就很感恩啊，所以像我妈妈往生，他们念到天亮啊，比我还孝顺我天天传相片给我看，哇，又在为我妈念，哦，我拍谁哦那所以因为这样互相感恩啊，而且他们每天吃饭都要念施主的名字，他们有个黑板，今天一顿饭一顿饭将近4000个人吃20000块台币，你们马币多少钱大概不到3000块，2000多块，
就写个四海涛某某功德主，他们会看一下这样。所以用这个方法很好，所以有很多信徒，有些供早斋比较便宜，有些供午斋，有些供晚斋，那有些大法会的时候他们供斋啊，那我认为这些信徒们就很快乐啊。特别我们这边老人院九九要一次，所有老人去供斋，那他们负责念经啊，他们的修行从早到晚，然后他们这么精进，所以我们都去过了。他们因为格鲁派比较重戒律，比较严呢，不能随便。然后呢，就是大家讲戒律比较严谨，所以我都很赞叹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奉献这么严谨的生活里面，这是我们人类的功德，对不对啊？让我们觉得内心里面随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做一下下师，每次上供完，各位一定要下师。以上供的功德回向给众生，以下师的慈悲供养诸佛。所以念一下，慈悲才是供养佛。对，所以各位呢，经常要去给鸟米吃啊，给鱼，给它食物吃啊，做做烟供啊，在外面撒米啊，撒水啊，特别，我觉得马来西亚应该鬼蛮多的，因为都是树林啊。然后呢，各种宗教都有啊，而且人死了，一般大部分都做鬼，他一定要吃东西。我们华人的祖先还有人拜拜拜拜拜，其他的没人拜啊，没人拜呢，那就靠我们华人施食吧。像这个是最标准的，有面、饭、粥这三种是最基本的。面、饭、粥加个白水，我们又加个牛奶，因为我们在堕胎胎儿啊，要牛奶。然后呢，如果晚上多点个灯，让他看到极乐世界，念一念以后拿去荒郊野外，各位养成习惯，布施食物的功德很大啊，因为你供养佛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说，你用七颗饭布施给恶鬼道，等于超过供养所有佛的功德。为什么？供养佛是我们想要得到功德嘛，佛已经成佛了，但是你直接去帮助可怜的众生，等于供养所有佛的功德。所以汉传佛教很重这个，那汉传佛教的法师每天都要做甘露施食，至少要做三遍，早中晚。所以汉传佛教的法师有钱啊，我也在跟他们沟通啊，他们我们现在就买很多食物，请他们天天帮我们供养供养，他们才有福报嘛，对不对？虽然他们这么精进，但是因为藏传佛教重视的是本尊火供，如何成佛？汉传佛教的重视的是超度祖先、孤魂野鬼的慈悲，但是这两个要结合起来啊，两个结合起来，两个都好。我们这旁边有万姓祖先啊，你这样比，就是你的念头慈悲心，这些引龙王菩萨就会请他们来，来了能够来了，保证超度你，不要怕，来来他不走怎么办？干脆我不要请他，那你就。就这样就违背因果，违背慈悲了，来就解脱啊！所以各位要召请，特别我刚刚听院长讲，我们老人院过去洗肾也好啊，老掉了至少四五百位，都希望他们来，来了就去极乐世界，好不好啊？还有你的，来念一下，累劫累世，父母祖先，冤亲债主，堕胎胎儿，所杀所吃。动物亡灵，当下附着身上，各种业力债主，众生亡灵，皆来法会，同享功德，同生净土。哎，每天都要念啊，那你就一直超度他，一直慈悲呀、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念普照行，各位尽量观想哪里有车祸啊，像刚刚来我们去马来西亚。一个坟墓就是当初日本人然后呢所杀掉的我们华人啊，那不管哪一个国家都是这些战争死亡被杀的，我们都给他招请，都是你慈悲的对象。跟我念一次辨识咒，这个咒如果你会念了、啊、保证你将来成佛。佛陀说你会念这个咒不成佛，佛陀讲的经典都变骗人的，意思是说希望我们对这个咒有信心，因为你只要念这个咒，就算手上没有食物，
所有的恶鬼道当下离开即可，如果有一点点食物就化为无量无边，让他们吃了就升天啊，所以你也得。